投资市场有个大家都不相信的秘密，这个秘密并不特别，它跟所有事物的本质一样，在这里不存在所谓永恒不变的答案。要买什么股票？还能买吗？该不该出场？关于这几个问题，如果过去你总是觉得无法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，很正常，是时候一次弄懂股票市场。这是第一次以科学的态度出发。我们统计了过去台股15年来每一家上市公司大大小小的波形。这些规律，我们应该要善用它，哪怕是无意间，只要你切换视角，你就会不经意地发现身边所有的资讯都变成了赚钱的讯号。别人说的未必适合你，只要你愿意看见自己的需求，无论是赚零用钱、退休金，甚至致富翻身，你都能够在这里学到一套适合自己的投资方法。破浪游戏，它兼具科学和艺术，这是每个人的第一堂线上股市课。我是 AG。